花篮花圈向国父表示敬意。另外也有一万人左右的市民武装和各单位的代表冒着雨向国父主讲的荣誉致敬，纪念伟大的国父。在中山堂广场也展览了国父史记图片，播放国父遗言遗经和国父纪念歌。北区三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今天上午到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向国父铜像献花致敬，每所学校的学生都排着队伍依次向国父铜像献花，并且行三十公里。在植树节的今天，表达出青年学生对国父伟大人格的缅怀与崇敬。青年学生在行礼致敬以后，并且陆续参观了国父纪念馆里三项纪念国父逝世五十周年的特别展览，也观赏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台中港的建设以及蒋院长巡视荣工建设等影片。